是阿垮袁少年。那我们以热烈掌声欢迎我们的袁少年。因为圣诞节快到了，所以我很想跟大家做一首圣诞节的歌。但我自己有准备，之后会发一个改编版的圣诞节歌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因为我们最近在筹备我们下一支作品，所以希望下一支作品可以好好的呈现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有办法透露一些小讯息吗？不行，秘密。我希望接下来我们有机会可以办一个我们自己的专场演唱会。哇！来看到那么多粉丝，很新鲜。这个是什么心情？不用言语，你让我讲话了，不行，我就是要一个，我就是要一个不讲。对，不用言语，不用言语。都要被做成贴图。可以这样。那你再一次。我的话呢，就是上来就是会讲，每个都要 falling for you， 然后我就谢了，真的谢他们。每个人说手指爱心 ，falling for you， 大家都喜欢你这样。falling for you， 好了。Baby and Me 是往前做录影，我变往这，我变 Baby and Me， 对，超好玩了。掀起来了，我很怕你们跌倒，我还冲上去讲，全部踢好，就偷偷啦。我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在我旁边。我站在旁边，我是执着的你黑。我可以拿着他，我真的有看。有，我知道，我真的知道。真的没有看过，然后就是说要教我讲什么咒语，要变身什么，一头雾水啊，怎么变身？咒语，我要怎么做？而且很少这么 close 近距离，然后可以稍微聊到一两句这种。对，而且也有很多是从中南部来的粉丝们，他们也很辛苦。我其实刻意会把签名速度稍微放慢一点，刻意放慢，然后让大家都可以稍微小聊到一点。我的画最印象深刻，就是因为我在写真书里面有画一个我的自画像，然后粉丝都觉得那个很可爱，却叫我在我的签名旁边再画一个一模一样的。他们给我们的祝福，说什么加油啊，然后什么功课加油，或是表演加油，其实都是每一个祝福都是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动力啊。会不会钱太大了？不会，那怎么办？大家都知道我很想讲冷笑话嘛，然后刚刚大概有10个粉丝吧，都一直跟我讲冷笑话，还有土味情话，还有些土味情话。你终于知道人家讲的冷笑话是都笑出来。不会不会，我觉得蛮好笑，我有配到你。公安，你去买寿司的时候你会买几份？他买四盒，对，我说我买十盒，他就说因为我只四盒，然后这样。有一个粉丝把他的桌布放成我打篮球的照片，然后他就跟我说：“瑜伽，你有没有很喜欢哪一个球员？”然后我就讲了，然后他就说：“我也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球员呢，你看，拿出来是我。”然后我快笑死我，我真的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个粉丝喜欢投零球的那个球，对对对，就零就不会进球的那种。
班，然后就看到一个一位粉丝，就是他都有一直 cover 很多舞蹈的影片，然后我就想要要不要过去跳，想说那身为舞蹈担当还是去陪他跳一下，然后也很感谢他有这个勇气上台，然后就一起合作跳一下，这样玩一下。露台就是那个饭店的露台上面拍的照片，就是我拿着苹果拍出很自然的阳光，然后打在脸上其实很好看。顶楼那边也是跟 Will 差不多一样的场景，那时候是那种女友视角的那样拍出来的照片，都之前都没有拍过像这种女友视角这种那帮她拍照的那种感觉。然后出来的成品，我觉得那个光线打在脸上是真的很好看，就皮肤看起来很好。植物园那一组看到很多植物，从寒带到热带都有，然后我觉得很酷，他们用冷气的方式来种植那些植物。我一直很喜欢在学校的那个，就是大家校园风的东西。我那时候想到，就是因为一个篮球队有五个人，所以就是我们五个。对啊，就是大家就是一直在玩的感觉。你真的自己打自己，我自己打自己。我打别人是完全打不赢的，是因为有你啊。对对对，我都投不进。打球啊！哇！你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很喜欢健身房那一组，因为它那个就是有很多光线的搭配，然后还有一张我特别喜欢是在我们五个人在斑马线那一张，哦，走路的那张。12月10号的出口音乐节，然后这算是一个表演的活动，是12月18号后浪季的活动表演，这样子，希望大家就再来支持我们啦。在各场的粉丝们，今天的签书会我满足，因为你的手还好吗？啊，手还好吗？没关系，好的很，我还可以再签3000个，没问题。3000个，超过超过。这波浪太大太大，你要怎么招架？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